种地的大散漫。十大门派之一，武当门第九代掌门人武振公突遭暗算，一夜之间武当门徒众及武夫人上官氏大小一百余人死伤殆尽，武门遗孤幸被高人抢救逃过大难。武林中外传测这桩大血案幕后凶魁，八成不离空洞门主严震天。你果然到了，已经酒后多时了。严门主，你要我到猛虎岗来有何指教？严某要问你几句话。你说吧。据说你在中原武林会狂言就要闯打太虚关取天书，重整武当门派跟我作对，可是真的？太虚天书人人有权取得，我楚镇不过是千百人中之一。我还要问你一句话，那武当门遗孤刚刚出世不久的婴儿，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？哼，严震天，我不会说的，你危害武林，正义同道早该联手诛之。说得好，楚镇，你就是第39个正义同道，今天严某人就给你送终吧。严震天接招。楚大侠的武功绝对不是严震天的魔头的对手，难怪他要把武振公遗孤送到您这儿来托付给您教养。您千万不可以冲动，您一个人对付严震天可是不容易。救遗孤要紧，即刻护送这孩子到凌云山去吧。中军，严震天会不会闯到我们这儿来？师母，弟子誓死保护家园。中军，明珠，生死听天命吧。况且20年前我在落雁峡一战，要不是武振公搭救，我怎么能保住性命活着回来？如今恩公有难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这救命大恩不能不报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嗯，果然是武家的好计划，就给他取名字少当吧。武少当，好名字。真像是一只小老虎啊。哎，叫小虎也很好听啊。以老衲的看法，再过20个年头也无人有本事取得太虚真本。哦，今后10年就以这本秘方针法锻炼这孩子吧。是。老衲虽然退隐事务寒暑，但愿武家遗孤终能获得太虚真本，则武林太平日子就不远了。中军。是。指望这孩子功夫有成，你就要担忧受苦，
而且不得心存慈悲。希望这小孩锻炼过人武功，得于未满周岁开始，以经验达摩龙骨散参与羊乳位置，则小婴全身经脉五脏六腑定然强壮甚于常人，也才能应付艰苦而长期的锻炼。武成功，从今天起我要做残酷的人，只怕这小孩承受不了。火炼钢砂洗浮身，铜皮铁骨炼从头。地盆，南派曰地盆，北派曰马步，乃炼气下行，增长足力，可免血气上浮，致身干上重下轻。云大爷，太残忍了，你不要多嘴，闭穴运气。手插炼砂，砂如铁。十年炼成金刚指。孩子太可怜了，不要再犹豫，你就是要做一个冷酷有心人，否则前功尽弃，一切都不要指望了。少林招法181路，武当拳脚148式。云大爷，云大爷，云大爷，刘信，余馆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仁义馆昨晚被严震天给毁了。夫人跟护馆的弟子都遭了严震天的毒手。灵儿，爹，灵儿，爹，我要娘。我要娘嘛，师父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嘛。明珠，我没有好好保护你，我罪该万死。龙腾草药当草席，皮肉炼就金刚身。小虎哥，疼不疼啊？我的练功不是在讲话。功分内外，既有形于无形，表现于外者手眼身腰部是有形之权术，表现于内者是胆气静神是无形之功力，盖内外功夫必须交合运用，使能奏效也。赵忠，固金汤熬好了没有？差不多了，你去看看。大伯，药好了。啊，我来。固金汤熬好了。哦，小道，歇会儿，把药汤喝了。爹，饭煮好了，小虎哥已饿了。呀，盘腿飞步上峭壁，身轻似燕臂舞空。运气马步脚千斤，落地生根又一功。二娘，你想要谋害我？你自己不站好，害得我。两个少废话，从头来。是是。绑好了没有啊？就好了，快点了。好，好了。拉，拉呀，使点劲嘛！哎呀，用力用力！哎，拉呀，拉！我已经使劲再拉了吗？拉，拉呀，用力拉，拉到了没有？拉，
大伯，落地生根这么练的吗？我。乌龟拉老牛。你打破了药酒，你又认识了啊？老实捣蛋，我警告过你几次了，为什么还是那么不听话？金伞、气符、神分是练武的大忌，你练功从不专神贯注，使我很痛心。今天你要做完六炷香才能休息。赵州，你看着，不可以给他茶水。是。来，歇会儿，我给你解开。虎哥，你不要难过吗？你不要管我，我不明白练武是干什么的，去杀人，笨蛋才会练武。小虎哥，我不要听你说这种话。我偏要说，从今天起我不要再学武功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哼，少棠，你要知道，你爹娘千辛万苦指望你活着到这来，就是要你学武功。我要下山去，我不要再学了。少棠，你下山去干什么？那我练武干什么？小虎哥，小虎哥，爹，由他去吧。小虎哥，他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这人怎么了嘛？真是对不起，我这个，我孙子啊，想说我们家小姐等我？没有没有，不放过你的。哎，没有，走，孙子，走路戴眼镜啊！哼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捡。真棒！这个人等这样的年轻人真是的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赔钱，捡不捡没关系。啊，我没有钱赔你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钱赔，那赶快给我捡起来。是，快点。哎，对不起，师姐。哎，对不起。哎呦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是外地来的啦？我住凌云山。哦，那你是第一次下山的啦？是。到我家去喝杯茶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不，我谢谢啊，谢谢。胆小鬼。客官，练来了。请到里面坐。我没带钱啊。没带钱你站这干什么？走走走走，莫名其妙。歇会儿，是药汤给喝。爹，晚饭煮好了，小虎哥一定饿了。少棠，你可知道，你爹娘千辛万苦指望你活着到这儿，就是要你学武功。
到底在哪里吗？啊，那不是林妹吗？林妹，小虎哥，林妹，林妹，小虎哥，你害我找你找得好苦。我没有想到你会下山来找我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我。山上黑乎乎的，吓死我来了。小五哥，喝点青草茶吧。我不渴。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喝。谢谢。哇，好大一只青蛙！小五哥，你看，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哇！十八寒暑，日夜苦练，为的是这一次让你上太虚观去闯关。少当，万一你得不到太虚真本，也要你平安的回来。走快点。是。进去啊。是。武当门总管赵忠率弟子武少当拜见太虚宫。嗯。小弟子武少当拜冠闯关，请求太虚宫赐准。嗯。闯打太虚十八关，危机重重，功力未及，不死也上，你可明白？弟子明白。你要能凭真本事闯过十八关，即能获得镇山至宝太虚真本，然后以真本创设太极门派，行人仗义，除暴安良，这乃恼有志望。弟子尽力而为。好，你去吧。你跟我来。是。虚无。闯关弟子听着，三闸同门考你手脚四肢力道劲法，一试一路要靠真本事，千万不可投机取巧，否则脚断手折，自取灭亡。嗯。闸口五口要灭口，必经偏。二十年的苦练，就看今天了。
原来是独臂大侠呀。哎，你摇头干什么？拳头、骨头、取石头。哎，你又摇头。哼，好，那我就先打你的天灵盖。嘿，啊，你也打我的天灵盖，那我要打你的咽喉。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要打你的下阴了。嗯，不搞鬼就好。哎，是谁打我屁股？啊，一只胳膊藏在地下。战有主，贼有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啊，哼，你敢偷袭我，啊，嘿嘿，两拳还两拳，大家舍平。哈哈，啊啊啊，拳头打骨头，再取石头。哎，对了，穴道要打关节骨头。啊啊啊，打完骨头取石头，大侠遵照太虚二句诀，哼，现在我该取你的石头了，冒犯之处还请原谅。监官师叔，武少当，你听着，凡是要闯打太虚洞的人，都要精通十八剑兵刃。上请师叔指点。现在你去取三节棍来吧。是。
请接招。现在要你再取把剑来跟我对招吧。是迷魂病，往哪走好呢？对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小虎问天意，往哪走最有力？对了，要遭粉身碎骨，不试试迷魂夺命？鬼影都没有一个。可恶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给我。啊。门住！云中军藏在凌云山。云中军，严某找了你好久了。哼，我这次再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练功之法分先硬二门，硬功练法有柔打二法，先用药丸煎洗二方，轻功练法如跳树、带牵、跃桩、走索，可分轻软二门。有求体柔，不练身轻，先练准力巧力，此皆轻功之要诀也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大伯，这叫什么招？这是投怀送抱。山不转路转，云中军，20年不见，不出我所料，你贪生怕死，投靠凌云石居过日子。严震天，你残杀仁义馆大小，及我妹人，应该遭受天谴雷劈。谁敢重整武当门跟我严某作对，就逃不过一死。云中军，40年前武正公救了你一命，今天会有谁再来救你呢？凌云的老秃驴还在睡午觉，可还没醒过来呢。我云某人收拾不了你，总有高人杀得了你。还有，你要弄明白，重建武当门乃全武林同道，人人期望早日实现的大事，就看谁有这个本事了。哦，对了，太虚山人不许你闯进太虚观，你是不够胆子惹他。你住嘴，我叫你永远开不了口。云大爷，云大爷，云大爷，快逃，逃逃逃逃，别打，站住。严震天不是他的对手。二娘，二娘，别打，二娘，二娘，别打。师父，师父，啊，师父，爹，我是灵儿，我是少当。师父，听着我的话，一定要完成你先父的期望，取得太虚天书回来，我的仇不必报了。有了天书，夜魔必然活不了。我会听您的话，师父，你要振作起来。灵儿，爹，我已经没有娘了。爹，你不能再离开我。爹，对不起你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
林妹，不要再伤心了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太虚观不愿介入武林恩怨，但是永远会站在正义的一方。武少大，你能悟觉，成功可期。多谢太虚公指点，你闯关去吧。是。这口井底下，这是干什么？天晓得。你在这待多久了？好久好久，记不起来了。那你自己出去啊，我要闯关去了。啊！哎哎哎哎！嗯，你要从这儿过去啊？嗯。除非你背着我，嗯，否则。否则怎么样？否则你过不去。闯关可不是好玩的。哎。啊、我要跟着你一起走、哎、我要走放手吗？我跟着你去嘛，放手、啊、你别着我、哎、放手啊你、哎、我不让你过、哎、我不让你过，哎呀你让开，不要嘛、我要跟你去嘛，放手啊你、哎、你背着我走嘛、哎、放手，我要你背嘛、哎、你走开，哎呀哎呦，太不像了，这个小伙子火气怎么那么大、啊，全都让占我便宜，好说啊，口头上可别占我便宜、啊、那你推了我一把，我要打你一拳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打我？我要打你一拳。你，哎，你真烦人呐。好了，我给你打一拳，快了，我还要闯关呢。你说的，打打打打呀。叫我打我就打了，你好，没时间跟你磨，算了。哎哎哎，慢点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我还要左右一起打，做梦。哎，我又打了两巴掌，哈哈哈，我好开心呢、哦、哈哈哈，我好开心呢、哦、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有什么重要啊？你刚才说要从这里过去，还要背着你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背我就走不过去的，否则啊，我们两个人之中啊，就一个人活不了嘞。不管死，我就是不背你，也不会让你背的。真的？
能保住这条性命，完全是太虚童子手下留情。大师，小伙哥被打得差点送了命，你还说他幸运？太幸运了，这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太虚童子这一关。童子他可不是十来岁的小童，他有七八十岁了啊。他哎，小伙哥、啊、你小心点、啊、太虚童子他有那么大的岁数了。对了，他全权打中你三十六穴道，而不取你性命，反而帮助你通血闭血，这就是手下留情。四肢成三角能顶重千斤，这就是落地生根铁三角。锻炼内劲有完功，你要练完三炷香才可以起来。是，练武者其功力纵然达到登峰造极之境，亦必有死门所在。如被外力击中，难免攻破气断，必死无疑。大师，严震天那一身高强武功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算来差不多有三十七八个年头以前的事了。严震天是个少林的逆徒，当年老衲在少林寺罗汉院当监工师傅。严震天进入少林寺十七年，三十六方武功全部入手之后，接着夜闯悟人巷成功，下山未久就普露独霸天下的野心，残杀武林同道。从此严震天自创空洞门派，危害武林，无休无止。阎魔如此猖狂，大师你为何不早收拾他呢？老衲曾经立过血誓，已经是方外之人，收拾严震天就留给后人去做的。
区前辈。礼多必诈，小子，今天你耍什么花样？前辈接招。灵儿，不要担忧，小虎他吉人天相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你还是早点睡吧。明枪暗箭，武少当拜见铁将军，冒犯之处祈请原谅。烛火一一熄灭。是。
三竹门准你过关，多谢师叔。不巧，过不巧，拜见两位师叔。少当听着，凡是闯打太虚十八关，最后必经金刚堂。练武者除了锻炼有形无形武功，具备攻守武术之外，更练就挨打的功力，要经得起外来的攻击。多谢师叔指点，现在要赐你金刚三十六棍。是。你开始运功造气，闭穴一道吧。是。承受金刚三十六棍，闭穴一道，内功道架，
以金刚堂规法准你过关。这里也有一尊弥勒佛。太虚是无极，太极即无虚。你把对联两首改词重念，自觉符合，你就可以获得太虚至宝。孝老孝佛孝天地，莫笑我笑笑江湖。我佛慈悲，弟子武少当如有冒犯，祈请恕罪。拜神拜佛拜天地，闯关闯关闯江湖。弟子武少当拜见太虚公。武少当，六十年来闯关者不下500人，无一有成。你凭内功外法，机智胆力，终获成功。太虚真本归你所有，今后你要好自为之。多谢太虚公指点，老朽心愿已了。从今天起永久封闭太虚洞。少当，切记老朽一句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弟子永记不忘。好，你回去吧，弟子告辞了。嗯。小虎哥回来了，小虎哥回来了，林妹，我得到了。小虎啊，小虎啊，太虚真本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哦，快打开看看吧。哦。先看看太虚真本到底有什么奥妙啊！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没字啊？我看是本无字天书吧？不可能的，全都是空白，不可能的！难道太虚观在骗人？太虚山人都快100岁，怎么会闹这种玩笑？来，我再看看。小虎哥，你在途中有没有被偷换过？怎么可能，途中我没有停留过，我连夜赶回来的。老天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为什么要给我们一本空白的东西？为什么？这个废物害惨了我，害惨了我。小虎哥，你既然拿回来的是空白的东西，你要给大师去看看呀。没有一个字，也没有一张图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为什么？我小虎哥，是我，你花了20年的心血叫我去拿回来的，就是这本废物。哼，真是笑话，我不该
心，我不甘心，我永远不甘心的。小虎哥，小虎哥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要来烦我。小虎哥，我求你不要这么伤心，我们回去吧。伤心？我不伤心，我很开心。汉虚真本，虚伪不真，我恨他，我痛恨。小虎哥，你为什么要把天虚真本扔掉？大师都还没有过目，你做事太鲁莽了，我不要理你了。我翻了700次，找不出一个字来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为什么99页都是空白的？灵儿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去睡吧，明儿再考干吧。不，大伯，你先去睡，我要把它考干送给大师看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哦。有图，小虎哥，你快来看啊！小虎哥，你快来啊！怎么了？你看，真本写出四个图来了，好多好多。哦。哇，这字图怎么写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把它烤干了，翻开来一看，里面就有字有图了呀。哦。哦。哎，小虎，让大伯开开眼界。好。哦。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太虚真体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！天机不可失，秘籍不可传。小虎哥，也让我看看嘛！不，大家都很累了，大伯，你先去睡吧。明儿一早，我们送去给大师看看。好，好。林妹，你也去休息吧。嗯。太虚观里18关，生死一线靠真传，逆己虚无身经过，挽救武林趁早毁。哈哈哈哈！少大，恭喜你武功有成，如今当可告慰你先父以及先师在天之灵。哈哈哈哈！啊！大师，你为什么要把太虚真本给烧了？为什么？太虚真传不可泄露，留着它祸患无穷，甚至会引起一场武林大浩劫。不，少当苦了20多个年头，得到的只是这本小东西，我还没看清楚，你就把它给毁了。大师，你太自私了，自己看完了真本就烧掉了它。少当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最后一页的四首诗？没有。太虚观里18关，生死一线靠真传，逆己虚无身经过，挽救武林趁。这什么意思？谁有本事取得了太虚真本，所有的武功早已入手，这本就是多余的了，会引起武林的祸端呐、啊。哦，那真本所写的就是18关里所经过的。少大，你凭着闯打太虚18关的记忆，将来再造一本秘籍，必作重建武当门之需。如今武林有一桩很重要的任务要你去完成，请大师指点。铲除大恶严震天。洪记楼方圆10里，外人不得擅入。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是来钓鱼的。到无忌楼来钓鱼。有一条大鱼，两条小鱼。我专杀野猪的，看完收拾你。你想小鱼冲大鱼啊？不行啊！
接招吧！我要向这个魔头讨回公道。再来十个马也不算多。
你伤得怎么样？我不要紧。好，那我们追。好。叫你门主，门主，不要过来，小子，快来送死！原来是个大山洞。林妹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好，我进去看看。慢点，这魔头诡计多端，你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好。小
受苦了。我等不住了。好，我来。这个魔童，你不能放过他，他是杀我爹娘的仇家，我不能放过他。林妹，就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了。不，你不杀他，让我来。林妹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你太没有骨气了，你的先父也是被这个魔童杀害的，你能不报仇吗？林妹，小子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我这里。魔童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我们回去吧。少当，你为武林铲除大害，功德不浅，今后就凭太虚真本重建武当门派，希望你不辜负先父及先师的期望。大师，少当决心退出武林。你不想重振武当门派，难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我要带林妹归隐山林。嗯，江湖险恶，武林多变，你决心归隐，终身与青山白云为伴，这份心情也是我几十年来隐居凌云山的心愿。少棠，今后你要好好的照顾灵儿。你终于来了，我肚子饿死了。能，谢谢。啊，罚你走回家吃饭。我不放过你。